大家好，我是九博。今天2020年，跟大家拜个早年，新年快乐。今天我们要来做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珍珠草是不是有点太高了？而且它已经高到一个，它根已经跌到别的人的家叶子上面了。还有我们今天要来做的就是除草，把珍珠草移平，就是剪头的意思。这样子草之后才不会底下全部都黄黄，叶子开始黄了没有？底下照不到光，又很容易黄掉。那我们现在来。水螺染啊，你就留这种长一点的根啊，然后再把它种下去就好，这样它就会再分一株出来。那种底下啊，比较照不到光的这种叶子啊，就通通把它剪掉，因为它照不到光很容易烂掉。藻类也比较会容易附长在上面，然后你剪掉一些，可以增加一些透光，让底下的草可以帮它生活这样子。只要你都不剪的话，下面就开始会烂掉，从底部开始烂掉，你这样看起来也不漂亮，然后你草也很容易生病。现在全部都剪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的话已经枯掉了嘛。假如我们没有修剪的话，这里可能石头草它在长高，我们可能整片都会被浮起来，到时候就真的整个草都要拔掉重。用剪的话，剪断的那些草，这种剪断的就会烂掉，就会死掉，然后下面会再长新的叶子出来，然后这些剪掉死掉的叶子，它会慢慢的会被淘汰浮起，之后我们再把它捞起来就好，就不用再重新种一次。草长太厚只有两个办法，就是一，要么就是你全部剪掉，让它再长出来；二就是拔掉，重新再种下去。剪下来的那些啊，假如你可以用网子跟铁丝再把它绑起来，然后再丢下去，它就再长一片，就变成你在鱼店里看到人家在卖一盆一个那个铁片一片一片那种矮珍珠草，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长出来。除了他们是用进价就是从专门在种水草那里养殖过来的，不然剩下其实你在家也可以种这样反。因为我只有一个缸，所以我就那些草就没有在用。因为我附近的朋友也没有人在种水草，不然我就可以给他们。像后面那些啊，水螺染啊，或者是圣甲虫，其实它这个已经长太多了。可以拔，刚刚我拔下来那些其实可以丢掉或是送了，是因为我附近没有朋友养，所以我就把它种下去。假如你们有想要住在台中逢甲附近的话，你们可以先跟我讲你们要这些草，到时候假如我有修剪的话，我会再通知你们，然后让给你们这样子，因为长出来也是多的，丢掉。圣甲虫的话，你在鱼店买一株哦，就像这样小小一株，一株通常都是卖50块哦。
假如你们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看你们要多少都没关系，假如我够多的话就给你。水牛卵一株，我那个时候买好像两只就要100了，一只也是50块左右，所以你们要的话，我也可以多分支种多一点再给你们。现在我草这边其实已经有点满了，所以我就没有打算再把它分支，不然的话分支的话其实长蛮快。有在看我之前影片就知道，其实我原本这个只有买三只，现在已经长了12只已经长了12只，而且我没有再分他们，不然其实他们可以长更多。假如你们有想要的话，我可以剪掉给你们，我自己再繁殖，这样就好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020年修剪水草的第一篇。然后是假如喜欢的观众，请帮我订阅跟分享，记得点赞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